口罩复活术用定锅真的可行，再放一个内锅，用过之后就放进去，请记住不要加水，只要干蒸就好了。煮饭，好，那它大概2分半到3分的时候呢，自动跳起来。 我们让它等余温再蒸个5分钟。中山医大教授把戴过口罩放到电锅干蒸，不加水利用高温，让口罩表面温度可达65度C，能消灭上面病菌。蒸过5次之后呢，它大概还有71%，也有5%的过滤效果。医疗外科口罩难求，戴过后民众想出好几种方式，像是喷酒精、高温杀菌锅。 教授实验后发现，使用酒精漂白水以及高温蒸汽杀菌锅都会破坏口罩 70%的过滤力，更有人建议熨斗。因为口罩它的材质是 PP， 用电熨斗，它这样在这样的温度之下直接接触的时候，其实是比较会让我们的口罩直接就破坏。虽然还没做实验，但教授认为，除了熨斗外，用吹风机急救口罩，热能不均匀，至于紫外线效果有限。表面照射的时候呢，因为口罩它是有内层的，那我们不确定。 它有没有办法直接作用到内层跟深层的这些位置去？因口罩构造有5种过滤机制，过去实验 N95 口罩，剪开要用紫外线 C 波段一层层照，确实能达到杀菌，但不实用。毕竟网传建议都是个人看法，以实验来讲，最实用的口罩起死回生术，电锅也只能应急使用。 现在市面上抗菌商品大热卖，如果买不到，自己 DIY 试试看。材料很简单，只要两样，一个是95度的酒精，一个是芦荟胶。这大概是一杯的量。试售芦荟胶装满塑胶杯之后，用相同容器倒入酒精。这是第一杯，那再来到第二杯。 酒精倒了4杯，接下来你要搅拌久一点，搅拌大概2-3分钟这样子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再整理一下，自制干洗手，95度的酒精和芦荟胶4:1下去调配，搅拌均匀，形成约75度的酒精浓度，杀菌效果好，保湿，然后让它能够停留时间比较长一点，相对杀菌效果也会比较时间比较长，比较好一点。自制干洗手步骤很简单，但是现在民众的困扰恐怕是买不到酒精。台酒台北营业处释出了 960瓶的酒精，排队民众抵制寒风，不怕冷就怕晚人家一步，一个小时半就完售。套餐有出门，民众强买的就是这一瓶95度的防疫酒精，75%更好，不用调配比较好一点。民众敲碗75度的防疫酒精，台酒听到了，首批由屏东酒厂生产，这2天开卖，台酒全线赶货，强调产能充足，民众不需恐慌，强买囤货。三立新闻台北高雄综合报道。